工业区，成千上万的灵长类智人每天在这里为生存努力，熙来攘往，各司其职。这是茂顺，台湾最大的密封元件上市公司，在这片位于南投的巨大生态系统中，蕴藏着丰饶的资源与物种，等待探索。密封元件的价值不仅来自高品质原料，更需由深厚研究能量淬炼而出。茂顺打造符合 ISO IEC 17025国际规范的研发实验室，这里精密管控，戒备森严，但间谍工程师已经和其他工程师们打成一片。他首任实验设计与有限元素分析法，能灵活运用工程软体，找出产品最佳化的设计参数及生产条件。在产品开发的会议上，专业提案，完美融入研发单位的生活。对年轻的灵长类智人来说，在工业区生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茂顺，我们观察到特别的文化现象。经验丰富的茂顺智人会将各种求生技能透过一种称为教育训练的仪式完整传承给小智人。这种分享互助的现象不只是发生在团体之中，也出现在一对一的关系里。无独有偶的，这不是工程师智人特有的行为模式，我们在业务智人中也发现同样的现象。例如，这几个即将展开迁徙的茂顺智人，已经透过教育训练做好准备，也得到团队的后勤支援，让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展开万里迁徙，和不同地区的智人进行交流。这是茂顺的智人文化中的一部分。太阳逐渐消失在地平线，夜色改变了生物的行为模式。这一种称为下班的行为，在许多生物中都能发现，但在茂顺智人的身上特别规律。生活平衡，生物的多样性也能蓬勃发展。有些物种延续群体行动，有些物种尝试着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好取得群体中的优势地位。当然，求偶活动也是络绎不绝的。直到下一次破晓，灵长类智人再次离开巢穴，往工业区移动。其他智人还没有从昨天的疲劳中解脱，茂顺智人却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